什么样的感觉？这就是鼓励的感觉。是你被鼓励了，还是他被鼓励了？你怎么是你被鼓励到了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赶紧把你的礼物送。哦好，开玩笑，这个厉害了，这将是跑男里面最至高无上的，对，最代表跑男的一样东西。对，我们每个人都有。对，奖牌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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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第一次出现了四个字的名字。对。对吧？其实我觉得这还不应该不是全名，对吗？对，后面还有五个字。我想听听啊，那个整个名字是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。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。有翻译的意思吗？翻译的意思是心爱的美人。心爱的美人。就是你爸爸心爱的美人就好了。他爸爸很疼啊，我看了一些报道，爸爸其实也是搞文艺的。对。对。唱歌。歌手。嗯。对，歌唱家。谢谢。迪丽丽，欢迎。欢迎迪丽热巴。来来来，我们这个我这个见面有点特殊，我们要教新成员来唱我们的超级英雄。你这个简直是搞事情，给他一个谱子，那不就对牛弹琴吗？真的是对牛弹琴。这样，你先别看歌词，你唱一下谱子。0561351。306561。用调子，1234567890。11121314156161617181619600531333。好了，我先来吧啊。黑咖啡品味有多浓？靠近了，黑咖啡品味有多浓？我只要汽水的轻松。我只要汽水的轻松。大白天做个白日梦。梦见我变成了。梦见我变成了彩虹。梦见我变成了彩虹。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，每一个小人物也拥有小的梦。大荧幕映不出现实中的暗涌。我只想和你牵着手在雨中等彩虹。你是不是你的超级英雄？偶尔也可穿你的出气筒。小小的默契让爱转动。做你最骄傲的英雄。